真宝阁山哥是依法毕业，宝宝质量全服第一。两只12红地厅加八只镜台，神马功 BB。真宝阁山哥的这个395神练号，在真宝阁夺冠无数，早已完成了武神坛最高成就，拿下了武神坛20冠紫电穷奇。昨日神豪 F 哥开启直播，向广大梦幻玩家展示了山哥史上第一法系的毕业完整体。接下来如风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全方位欣赏下这个号的装备、灵视和宝宝装备篇。160金青法爆伤害男头，160愤怒法爆伤害腰带，160法爆伤害男衣，160琴音三叠法爆几率鞋子，通通都是全梦幻第一。395神链搭配上青花瓷锦衣也是非常完美，16段的愤怒毁灭之光血腰带，气血达到了1049点。160流云鞋子附加法爆伤害 4.94%。 山哥转为神木灵石用的神佑剑，伤害达到了763点。山哥的任务不魔装备也是非常夸张，其中琴音三叠不魔项链达到了351零，160金青不魔头当初白板成交价达到了66个。灵视篇，五件11段的140灵视属性都爆的非常多，可以根据对手情况随意搭配。宝宝篇，一两只12技能全红法地厅，在 PK 中一旦出手，给予对手的都是成吨的伤害。二三只工地厅，全部都拥有力劈、死亡、壁垒、精心意见技能。山哥和 F 哥两人打造的五只工地厅，瞬间弥补了珍宝阁在工地厅方面的不足。三七只镜台善恶宝宝，全部都是12技能以上，其中五只还拥有神马技能，此类宝宝也是175 PK 中最流行的攻宝宝。四只镜台力劈宝宝，同样全部都是12技能以上，其中三只还拥有神马技能。五三只镜台血宝宝，每一只宝宝的功能有所不同，不过全部都搭配了神马法防技能。综合看下来，山哥的史上第一法系一共有8个镜台神马攻宝宝，3个镜台神马血宝宝，一个法系号拥有如此多的镜台神马宝宝，只能说山哥真的是太追求完美了。除了满身的法系天花板装备、灵视、宝宝之外，山哥对于宝宝装备的要求同样非常高，拥有一大批总伤100左右的攻宝宝装备。小伙伴们，看完了真宝阁山哥史上第一法系号的展示之后，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你内心的感受吗？